姐姐不要，姐姐。 姐姐，我不许你死！ 生了这个孽障，快去厨房！是。龙骨还能捞出来吗？城主饶命！龙骨都化了。我们是听了三国主的命令才炖的。这个孽障，今天我不打死他，我枉为城主。城主，禀告城主，三国主身中奇毒。什么？人怎么样了？ 生死不治，城主莫慌，这龙骨可解百毒治百病。去请圆圆。是。桑琪，带上龙骨，快走。是。 应该是与性命无碍，但别的我摸不出来。快，先把龙骨端上来。说去。韩硕，龙骨乃花园城秘宝，可治百病，可解百毒。 救这三公主没事吧？
哇，果然是龙骨，药到病除。许是我中毒不深，一口就好了。少泉，这龙骨能治愈你的心情，你赶紧。我千辛万苦为你得来的龙骨，你竟然如此怠慢，那赶紧喝了你。汉母不敢。笑死了，三公主莫要激动，激动伤身。你赶紧喝了吧，他这是以命相逼呢。事到如今，我知道。吃到竹筒的事情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知道我有愧于你，但是那日看你事发心急，我于心不忍。就把这龙骨喝了吧，你快点喝，再不喝凉了就更臭了，都得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？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只是你喝了龙骨就能治好你心急了。少君喝了龙骨定能痊愈的，这样我也就放心。母亲，哎，芊芊，你真的醒了，啊？母亲，我没事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啊？芊芊啊，你现在知道体恤母亲了。炖龙骨的时候，你怎么就不替我想想呢？传了多少代的龙骨，毁在我手里了，我怎么向列祖列宗交代呀？花园城的百姓和官员们，怎么会放过你呢？啊，母亲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站住。不就是炖了一根龙骨吗？我会保护你的，只要有我在呀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。